是韦小宝，韦小宝，好，一起来欢迎今天两位来宾，我们大老婆审判团施季青老师，还有比利姐姐。比利，比利姐，比利姐，你可以接受男人呢一夫二妻之类的吗？不行，不可以，不行啊，不行啊。对，因为你知道我很保守，我都弹古筝的，抓蝴蝶的。弹古筝抓蝴蝶，上次还看到在 Monkey Show 里面，他说那你不大便了？有有，人家我的大便是粉红色。对，偶像，对，玉女嘛。而且拉出来放屁，还空气中弥漫的 Hello Kitty 的感觉。啊，这样子的。别讲，我们要讲实际一点的，施季青老师，老师。那么这个在我们所有的作家当中，施老师呢也是唯一一位受美国迪士尼乐园邀请过去的。为什么？为什么？长得很像 Mickey Mouse。你搞错了，在网路上人家叫我加菲猫，不是 Mickey Mouse。没有没有，米老鼠好可爱。来来，你倒讲讲看，一屋三妻呢？我觉得要看那个男主角是什么，如果是金城武，我不反对，如果那个钞票像王永庆、黄纳西斯那么多，本人一夫十妻都没关系。真的吗？对对对，如果男主角是金城武，收获，而且那么有钱买菜做直升机，对对对对对对对，没关系。买菜做直升机，对呀、啊，当然了，当然，你只要说你已经到那个程度，去买菜做直升机，那下午去飞个香港喝下午茶，从香港到巴黎转弯一下买一下，这个不是，这个不是假的哦。上次我到希腊就真的有一个朋友是招待啪啪啪直升机，对呀、啊，然后到处去玩，对呀、啊，如果是有这个财力的话，可以接受啊。对，天哪，这等一下你会被妈妈骂死。等一下，我们就妈妈来讲一下，好吧？马曼。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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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妞妞妞妈妞妞妈妞妞妞妞妞妈和尚端汤上塔，汤塔塔滑，汤塔靠那个大腿粗，端红袖还没注意这个大腿，各位这个一搏。那么赶快来欢迎今天这个主题，有一段 VCR 哦，请看。一夫多妻是男人们所称羡的，但咱们的社会似乎是不怎么认同。现任的行政院院长张俊雄因为公职的身份，使得双人枕头事件在立法院是吵得震天价响，而且饱受非议。台湾的企业龙头王永庆虽然同样享尽其人之福，却因不具政治身份以及成功企业家的形象，因而鲜少受到批评与抨击，人生的际遇竟是如此的大不同啊。不过日前嘉义县警察局义勇大队大队长周明辉也爆出了一屋三妻的新闻，到底他是如何让三个女人和睦的相处在同一个屋檐下呢？今天杰克秀将带您一探他们的一屋三妻四人行。哎呦、哦、但是啊，有一点可以说明，这个周先生明辉兄啊是一个帅哥、啊、真的长得蛮帅的，今年62岁了，好，这个年纪大概大我爸，哎，小我爸爸一点点啊。哎呦，我爸爸当时哇，58岁还闹绯闻，真的吗？对呀、啊，刚好被我妈抓到在穿裤子。哎，你爸爸呢？啊，有，你笑成这样，对对啊，你不可笑你爸爸，要笑你妈妈有抓到。喂，他出位，他出位。所以中线你有遗传嘛，对不对？我都被你们害了，都乱讲，他们都乱讲嘛。对啊，老鬼啊，老鬼，老鬼主持，我要播苏亚文啊。喂，那无同台啊，苏亚文。对啊，
刚看过之后啊，你看，哎，他偏偏呢，他是命运所造成的嘛，还是这个陈儒他讲，他说这个我都要提供背啊，就让他娶了三个老婆，偏偏他屋子里面就住了三个太太，人家说三妻四妾，他真的做到了。周明辉先生，信不信他已经在后面了？欢迎周明辉先生。穿双排扣哎，帽子一戴的机长啊，哎阿伯你好，阿今晚是咧做一个，咧较早开一个牙医诊所，对，开没有多久啊，然后因为我就经营塑胶工厂，其实那累积了不少财富哦，听说最巅峰的时候啊，他的现金有3亿多，哎呦，告一样，这个啊，告一样。这个刚好有这个机会给我在这边讲话，是那应该塑胶业的部分我是没有赚那么多哦。然后呢，就在13年前，股票在正快高峰的时候，有台北的好朋友，他是股票大户，他就鼓励我，哎，来投资股票了，不要那么辛苦了。结果呢，啊，终于我就跟着他，我很信任他，那终于呢，大概有赚了3亿。哎呦，做股票就赚了3亿啊！对对，那之后呢，我就继续在民国79年开始大崩盘了。哎呦，我那个好朋友他是大户啊，他也是坚持要撑上去啊，撑上去。那我也很相信他，我跟着他，是他做他的，我做我的，并不是我拿钱去跟他合在一起，都没有。结果呢？所以我很敬佩他，终于呢，一直崩盘了，我就把3亿所赚的都赔掉了，赔光了。哦，不但这样啊，还倒赔3亿啊！哎呦啊！然后我10几栋的楼房啊，都一栋一栋卖了都，一栋一栋售出这样，恭喜售出，恭喜售出，卖出去，卖出去，卖掉被赢钱，哎，都还债就对了，卖了了，都卖了啊！阿伯还卖到存啥？现在只是对，现在只是没有负债，也没有剩钱，哦，没有安尼，拢无了对啊，还好，成功得底下拢无钱，还好，拢无钱，但是家和万事兴，人家这个一屋有3妻啊。他们这个家人当中的这个感觉是相当不错的，好不好？来，我们马上来看这段 VC 啊，一屋三妻，请看。周明辉爱的小窝。现年62岁的周明辉是嘉义县市人人口中的周董，他不仅是地方上的文人，同时也被公认为全嘉义最幸福的男人。周明辉任职嘉义县警局义勇大队大队长已经长达14年了。而旗下的公司以及所任职的理事长职位，林林总总加起来实在是细数不清啊！各种头衔更是琳琅满目，说他是地方文人一点也不为过。但是最为人称道的却不是名片上的头衔，而是他娶了3个老婆，而且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到底3个老婆8个小孩，周明辉要如何分配时间以及房间呢？现在我们就一起进入周明辉爱的小窝来一探究竟。经过周明辉的介绍，我们得知这里1楼以及2楼都是公司所在，主要业务是塑胶以及人力仲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周明辉的2老婆以及3老婆。周明辉说啊，老二蔡伯双所掌管的业务是塑胶的进出口，而老三林春燕则是负责南部的人力仲介。至于他的大老婆侯秋菊则是负责北部的人力仲介业务，平时啊只有在周5、6日才会回到嘉义与大伙儿相聚。现在我们就请周明辉来一一介绍他与3个老婆的爱巢吧。这一间是我大老婆的房间，那目前我大老婆今天是在台，她是两边跑，我也是两边跑。这是我年轻时代，这个是我大老婆，这是我大女儿、二女儿、三女儿，这四女儿。现在你看，她当时是幼稚园，好像是中班还是大班，现在已经在念研究所了。我很感激我3个老婆，都对未来我的业务方面都很尽责、很用心、很认真。特别是我更感谢我大老婆，我大老婆她。为了有那个宽宏大量，让我2老婆啊承前我2老婆承前我3老婆，所以我才有这么今天这个机会啊。他都不会计较什么，而且啊也都会领导我那个2老婆3老婆他们该怎么
该怎么业务方面呢、啊，还是工作方面呢、啊，都会领导教导他们。偶尔呢，假日呢，他也会要他们二老婆、三老婆，还有三老婆的儿子啦、啊，年龄比较小啦、啊，假日也会要他们一起去玩。我都不用操心什么业务方面，也不用操心。平时的日常生活什么都不用操心，所以啊，我非常谢谢我三个老婆，更谢谢我这个大老婆。我现在就邀请你们到四楼五楼看看我二老婆三老婆的房间，我欢迎你们一起到楼上去看啊。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四楼，这里是三老婆林春燕的房间。由于老大跟老二先挑选了喜欢的楼层，所以他只好住在四楼了。现在我们就来听听老三心目中的周明辉。在外面人家会讲说，你怎么会那么挑到一个这么一个好的老公这样子，外面会有人这么跟我们说。他不好的习惯就是他常常要求我们里面同事要衣着端庄，可是他常常穿一件睡袍，然后到一楼那边，常常哦，这是常常哦。那我们小姐就会说，我们周董又穿一件大礼服下来上班。当然啦、啊，对他们心理上当然会有影响啦、啊，因为毕竟我们的家庭是跟一般正常的不一样，尤其妈妈是人家的三姨太嘛。那他爸爸有跟他讲，你今天你只要自己。你的能力够的话，你不要去管人家说你是某某人的女儿，或者是你是姨太生的子女这样子。他们小时候就我就他爸爸就跟他讲说，你不用怕人家知道，你就人家如果问说你是谁的孩子，我就说我妈妈是怎么样，早就已经跟他们讲好了，然后他们也能够坦诚说，我妈是怎么样，我爸娶三个老婆，我妈是排老几老几，他们不会啦，还好，从小时候就已经都已经教好了。这一间是我二老婆睡觉的房间，是第五楼啊，而且呢，我每三天都一定有一天到这边来睡觉。那我房间呢、啊，我都喜欢摆多多少少摆个相片啊，我来介绍一下，来你过来。这一个。周明辉的二老婆生性害羞，除了频频回避镜头之外，还是回避。不过当他谈起两个儿子的时候，却显得落落大方与骄傲。他说啊，现在两个儿子都在美国，平时他也只能打扫房间，并且与三天才来一次的周明辉谈天来打发时间喽。看完了周明辉与三个老婆的爱巢之后，你是羡慕他拥有一屋三妻而且和平相处的本领呢，还是不认同他们这个组织不寻常的家庭呢？其实幸福的真意到底是什么，应该只有他们自己才清楚吧。哎呦，我看到鸡皮疙瘩掉满地，住在一起耶。来宾，两位来宾先讲。我看你是很万坦，你不像他一样，你都摆不平。所以每一次那个新闻才有好多事情。我没有，你要向周老婆好好的学一下。那大个的没无习惯的讲个姑妈，没关系啊，我都没有啊。碧丽姐，宪哥一个都摆不平，他怎么还敢？对啊。所以他那个绯闻那么多，所以你等一下下节目一定要好好跟人家请教。我是真的没有，碧丽姐，你说说看。我觉得他这样子，就说为什么可以分配这么好，是因为每个老婆都可以互相相处得很好吗？有没有碰过那种争吵的时候？吵一定有吵过。这个我补充报告啊。好，请报告，你请报告。哇，你这个心得报告就恐怖啊！我三个老婆啊，到现在从来没有一次的吵架。一次都没有，从来没有，因为啊，我二老婆和三老婆，因为都我都有跟他们提醒，因为啊，你是排在后面的，而且目前我们的政府只允许娶一个老婆，那能大老婆能宽宏大量让你进来啊，你一定要尊重大老婆，了解，等于二老婆三老婆那个是没有法律责任，没有法律责任，对，他们两个阿伯都重婚啊，对不对？石老师马上冲出来砍人。你赞成他们这样，但是这个等于是重婚的感受。我说实话了，他们其实他的老婆要求不太多，
讲难听一点，我想他老婆，怎么讲呢？感情绝对有独占性。如果今天这些老婆都很听话，都不讲话的话，那事实上他们也是把他当工具嘛。老师，这是你的名言。阿贝，阿贝，阿贝，这一点啊，我说明一下。请说明。因为报告姐，报告姐，艺术工哦，你把他们当玩具，他们把你当工具。对，没错。啊，当时啊，我当时，我主要是我大老婆，她性情很好，很信任我，信任啊！我平时对家庭责任啦、业务方面啦、事业方面啦，我都很认真啊，比较做的很有安慰啦，我都很尽责，所以他什么都是信任我，信任你。那我呢，那个业务方面就慢慢蒸蒸日上，蒸蒸日上，我就请这个二老婆蔡伯双啊来当会计部门，啊，终于呢，业务还是继续的成长，那终于呢。入酒生情了，就近水楼台了。所以啊，我那时候就偷偷跟二老婆发生感情了。那终于呢，我大老婆为了很信任我，所以她都还不知道，到很不得不的怀孕了，我才向我大老婆说已经怀孕了，已经这样子。我那时候我大老婆啊，很激烈的反对。大老婆没有拿两个铜板给你说，赶快去抓娃娃。没有。我大老婆啊，我大老婆那时候激烈反对，因为一般都是说啊，娶小老婆都会迎新去旧，所以我大老婆那时候很担心，担忧被甩了，又瘦了好几公斤了。那终于呢，我一直要求她，一直拜托她呢，她心软了，才答应我娶二老婆。那娶二老婆之后呢，我同样对她很好，那之后呢，她就很放心了。那业务方面呢，又继续成长。啊，那再来呢，我就开拓那个外销的，外销的部分。那外销的部分呢，我这个三老婆啊，我就请来当负责这个出口进口的进出口啊，进出口。结果没想到你晚上也在进出口。喂，谢谢，啊，终于哈，终于也是啊，业务方面很忙，而且啊。而且近水楼台，又近水楼台，我就又是发生这个不正常关系啦。啊，最后呢，怀孕了，我就才向我大老婆讲了，再报告。但是那个中间啊，那个过程啊，我二老婆都跟我大老婆并肩合作嘞。我二老婆都很仔细的跟踪我，稍微有动静啊，她马上向大老婆打小报告。而且每天晚上都要验货。所以啊，也许，也许，也许。对，所以数量不足会被修理。对啊，哎，这个给同学们做参考。搞什么？他们念气管系。我要讲话了。师姐，我果然没有说错。他都是把他的老婆当工具。好，因为呢，公老婆很能干。他会计小姐，然后做进出口压汇，如果到别的公司去，把客户都带走。是是，那他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干脆，然后呢让他大肚子，让他走不掉。然后他一定也跟他大老婆，后来大老婆衡量哦，如其让这两个跑了，连客户也跑了，对不对？那然后财产也跑了，那就还算了，肥水不落外人，就只好讲，这古代都是这样。哎，所以在座的男生呢、啊？那这个周老伯是你们很好效法。施老师，你以为他这样这是算普通的？对。你们看第一排这五位妈妈，他们是同一个老公哦。下面我要跟这些在座的女生讲，请说。换我们的时代来临，以后我们是一屋啊五夫，一个呢去倒垃圾，干什么？师大姐，一夫五，这个一夫五就为妻子，每一个男人都给他们很那个啊，更重要是，然后看那个男人很能干，一定要。他讲那个感觉好像去买香蕉，一次买五根油。哇，哎，吓死我们，讲的我们两腿发抖啊。好，今天的这个聊了这么多，让我们感动了，对不对？但在他们那个年代里面呢，阿伯六十几岁了，对啊，对啊，那个年代里面有那个年代里面的故事。
确实是因为历史的背景不一样。啊，你现在他们即使想要像他一样有三个老婆也不可能，不可能的最大原因是现在的女人都很有经济独立，另外更重要是台湾也好，中国大陆也好，在他们这个年纪都是男多女少，好，你们三个配一个都不错了，还想要说一个搞三个，那是不可能的。对不起，我们还有同性恋啦。这个是我鼓励台湾的男人跟中国大陆男人未来的走向，因为为什么？对，因为他们找不到老婆了，因为从1978年开始，台湾每一年被征发堕掉的女婴还没出生的，每一年差不多就6到8万人。好，那然后呢，男女生的比例啊，台湾啊最严重的地区啊，乡下地区的妇女，她就去做超音波把女孩子堕掉，平均呢123个男生生出来只有100个女生，换言之呢有1/5的男生日后找不到老婆，所以发展同性恋是势在必行的。那要不然你们家像吴宗宪这么有钱啊，这么有名，他又可以一直有绯闻，真讨厌，那这乱靠过来，对啊对啊，搞得一头大便。那么这个三个老婆都有自己声音啊，对吧？有老大生四个男人，我来介绍一下。好，你来介绍来。我大老婆啊，四个，而且我等一下要考验他。我大老婆四个女儿啊，她目前都大学毕业了，而且她们也都经过国外再回来。是啊，然后我四女儿现在还在研究所。研究所。那我二老婆呢？没有女生，只有两个儿子，她现在在美国念书。啊，你家多国家。那我三老婆是一男一女，现在念高一，还有国中三年级。啊，你总共六几？总共有5个女儿，3个儿子。好，来，现在从最大的那个女儿叫什么名字？对，我最大的女儿叫文金。第二个贤金。第三个丽金。第四个淑金。六个念经吗？第五个叫可金。可金。第六个没有第六个，但就5个女生啊，5个女生，那三个大儿子，男儿子是大儿子叫周成忠，他现在在美国啊，二儿子叫陈博，也是在美国哦，他是二姨太的啊，那三姨太这个儿子是叫周成伟，最小的，现在是念高中一年级，他高一年啊，高一，你最小就高一耶，他现在。儿子最小是高一，那女儿最小是国中三年级，国三啊，哦，阿公做爸爸了，对不啦？那你们都一桌吃饭吗？都一桌吃饭，而且啊，我大老婆一要出门，就像二老婆、三老婆，当时小时候啊，谁要跟大妈，她都叫大妈二妈，谁要跟大妈出去啊，啊，马上都把车门开了，都全部都。跑进去了，说我要去，全部3、4个老二老三的都要去，儿女都跟着上去。你感觉你有幸福不？恭喜！对我来讲哦，是蛮幸福的。恭喜！不是每位可以像我这么幸福，那是主要是我的大老婆，宽宏大量才这样哦。对啊。假如说娶小老婆，万一哦会吵架啊，那就不要，宁愿不要，宁愿放弃。都好不一样的季节。招来招去，你即摆哦三楼困煞爱拼。所以哦，那三个老婆啊，会他们，你跟他们什么时候住在一起？我这一点，我是对这一点哈，要很平均。哦，平均哦，要很公平。来，今天拜七缸，阿妹来拜除以三的除不尽。我不是算每一个礼拜的，每个星期，我是。从1号、2号、3号到月底，这样子。比方说1号大老婆，到那边睡觉；2号到二老婆房间睡觉；3号就到三老婆的房间睡觉。那4号呢，就回来大老婆的房间睡觉。啊，一个月有31天那边哦。轮过呢。轮过嘛是一直轮，慢慢轮得对哦，不轮盖得对哦。没有，有时候就出差啦、应酬啦，还是说经常到国外去啦。哎，没有啊。那比方说今天到三老婆啊睡觉完了，那我到国外去呢，比方说1个礼拜，那第8天回来了就回来。
大老婆的房间睡觉，啊，都一直很平等。啊，你怎么记得哦？啊你怎么？偶尔哈，偶尔会出错啦，偶尔交，对，偶尔。啊，你怎么哭过来？过来，对。偶尔。比较好玩的是，你要问他早上醒来他会不会叫错人呢？有没有错？会嘛，一定会。没有，他干脆叫错人宝贝啊，不会。叫宝宝，对。宝贝，叫错人倒不会啊。宝宝是有时候交际应酬，三更半夜喝得很醉啦，回来啦，我就走到这个房间来了。哎，啊，那老婆呢？当中三个老婆都有过了。他说你来干嘛？我说我要睡觉啊。他说你昨晚刚在这边睡觉而已。我说我错了，我在走另外一桌，走到啊另外一桌。你来干嘛？哎，昨天来过了，哦，对，来过去。啊，对，你在干嘛？昨天来过了，没有，第三句，对。What you doing？ 菲佣。没有，没有，不是，菲佣，菲佣，我跟你说，你在干嘛？他说来睡，你昨天来过了。哦。菲佣还来过了。一点菲佣你也给困了呀？没了。哎，没了。我在办外籍劳工啊。哦，我会用都给他住在二楼。哦，住在二楼。对，我不会走错到二楼去了。没了哈，啊，你啉烧酒醉啊？对啊，小光个哦哦哎，只是不会，只是三楼、四楼、五楼哈，这样轮流，有时候轮错。这个男人太可爱了，难怪有一堆女人喜欢他。对啊，对不对？阿尼，我跟你问一个看比较私密的，有没有曾经两三个老婆一起睡在一间？这一方面哦，男女都是一样的心态啊，都会一定会争风吃醋嘛。对的，阿内哦。啊，看到你就不赢了。看到你跟另外一个在好吗？那这个不会吃醋吗？我们将心比心就好，一起玩。所以还是不要。哎呀啊，最好都不要。不赢不要。对，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因为这样子啊，老师相爱并且和第二次服务会有差距啦，对不对？而且呢，第一次服务完了以后，可能后期无力，特别年纪这么大了，所以最好还是不要。要的话，他会送掉老命。真的，你很仇恨我们这一点啊？对对，我们站在你这一边。对，我跟你讲，报告，注意听，绝对可以用，绝对不会。怎么样？讲上面有啊？不会，只是还是不要出药。哦，卖出药。我目前没有出药。对，对吧？有，因为抹生姜。哎，有因为。最近啊，有一位某教授啊，教我一个绝招啊。某教授教他抹生姜。某教授啊，教我一个绝招啊。哪有啊？哪有？哎，这个教授哈，还叫我跟他到厕所里面去才教我。哎呦，所以啊，所以这方面有很困难哈。哎，教授就要锻炼到归了。教授。教授是有一个某大学的教授，某大学的某教授给你某身家，那好，才私底下来问我哈，真的有效比较好吗？我有觉得好像可以啊，合理哦，好像可以，你也可以，高温效应可以不赶快？哇，你们当然很冷啊，慢慢的讲，好，喂，那我们。聊自己爽，两位现在轮到你们了，好不好？我们这个马上跟他老婆连线，你们两位来问问题，好吧？大老婆侯秋菊，喂，哎，秋菊，哎，没有，我卖股，你叫什么？名叫卖股，你平常对卖股功夫？我来开工，你慢点做。这不你蛮上过。这是吴宗宪先生的。我跟你讲。啊，你。哎，你。啊，你今日讲到台湾啦。哦，你周妈妈，啊你好吼，啊恁翁吼，当初是安尼娶你一个就好啊，结果哈，我看你。迄个 VCR 内底，你都生做真水啊！你阁生四个囡仔嘞，对哇？很抱歉，太丑啦！没啦，哎，啊，你哪有迄个容忍度？你哪会堪咧讲会娶三个某哈？哈，娶三个某，你哪会堪咧哈？当初也是极力反对啊。哦，阿关家够 Billy 姐姐，够一个师弟亲姐姐哈，底下他们有问题，来 Billy 姐，魏小妹，周太太你好，你好，我是 Billy 哈，哎，真的辛苦你了，因为一般人家大太太哈做大的都真的会要今天要娶第二个会很难过嘛，啊，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去对待这个事情？那个好，我也不哎呀。无法形容啦，那没办法。无法形容，你会很难过吗？就是到现在，你可以释怀吗？也是会啊，现在在啊，天底下哪一个女人
允许先生这么对，很无奈，很无助的。对对，辛苦哈，辛苦。这个问题，等一下周先生，您安卡带你来回答，来施老师的问题。那个周太太啊，我想请问你啊，如果你是现代的女性的话哈，我的意思就是说，金玛丽哦，你在归回哈，那你会愿意哦这样做吗？绝对不会的，绝对不会，对不对？还有你一直讲说，哎，不好意思，很不光荣的事，所以你不肯出席，对不对？丢脸的。对，我现在要讲该丢脸的是你先生，不是你。好，所以你永远不要认为说，我跟你讲，你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你认为好像我做大老婆，我没有这个服务很好到啊，这个让我先生还会去搞外遇。好，我告诉你呢，人会误会这样子。不会，你永远都不要觉得你永远要觉得说你自己很好，没有什么好丢脸的。我给你建议哦，你可以跟一个人做朋友。刚跟张俊雄的那个短末，他是看那个家高雄哦，你可以去找他，两个人可以这个一起要开杠。怎么会？对对对对。啊，后来后来，啊，今天周妈妈，周先生今天在这里要跟你稍微忏悔一下，同时要讲一些感谢你的话。来，请我们周先生跟大老婆讲一下。哎，秋吉啊。我刚才啊，在秋菊，秋菊啊，他有叫他英文吗？秋菊，不是啦，秋菊。我虽然感谢三个老婆，但是我更感谢我的大老婆，她有宽宏大量，我才有这么今天。那刚才我大老婆说，这个女人哪有人会好过日子的？这个我相信。我刚才也有讲过一句话，将心比心就好了。所以她。是很勉强，为了我一直要求他，拜托他，他很勉强答应我的，啊，所以刚才啊，他向啊比利小姐说，当然心情不好过啊，这是一定的嘛，啊，所以刚才我又讲一句话说，两个老婆要睡在一起，这个绝对不要的，更严重更不行哦，啊，那其他呢，施老师他讲的话也没有错。所以啊，我还是奉劝各位同学，最好还是一夫一妻就好了啊。谢谢。好，多谢周妈妈，所以呢，说来也令人感动，对不对？那她内心是有忏悔的，来，因为施老师，我跟你讲，这种嘴上的顺水人情哦，没用的。我告诉你，女人呢，就是不爽就是不爽。施妈妈，施妈妈，你是受过什么刺激呀？不是。真的很了不起，但是如果今天他活在现代，他受更好的教育，他年纪更轻的话，他绝对不扮演这个角色。没有一种感情是可以分享的，真的吗？所以我在这里奉劝所有的男生跟女生哈，这个我们这个孔子讲过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永远记住，特别是在感情上面，朱由现在的重炮出击哦，地位。珍珠彩衣，来来，珍珠彩衣上，我们先开始听到这位周先生讲，我们就蛮佩服他哈。可是有一个重点，他一直强调，将心比心，他很感谢他的大老婆。那如果你今天以将心比心的心态来讲话，你的老婆的心态，你是很爽很快乐的，而且他很得意洋洋的。竟然还把这个是公诸于世，然后就电视今天盛菊来到现场的节目，他没有觉得这是丢脸，他就在大男人主义下，他觉得这很威风的。你觉得这个很沙文？不是沙文，这是很实际，因为我们你应该反问他，就是说，假如今天这样，他老婆有三个，对对对，不是，我现在就是要反问他。我们左右护法，第一个是他大老婆思想在于我们上古时代的社会，所以他认命的。问题是今天换做现代的女性没关系，你今天你一个多一个老婆，她就多找一个男人，你来一个她来一个，搞来搞去，你死了她还活着生龙活虎。那今天女人吃亏就是一个在古老社会，她正好是在一个变更期，所以才有你这种讲能够让你娶三个老婆的机会。那说讲换另外一个角度，你也是有女儿嘛。那今天讲说你的女儿一个两个都是给人家做二老婆三老婆的话，你讲以将心比心，你的心态又怎么样的去比法呢？有一点也许周先生很不清楚啊，他今天曝光其实对他很不利，因为凡是父亲会搞外遇的哈，绝对儿子会搞，有家族性的遗传，那因此呢，所以我奉劝所有的女生哦，你要搞清楚
一定要问他祖宗八代。如果他跟他父亲祖父有搞外遇啊，我跟你讲，你将来啊还要嫁给他的话，你绝对会来晚期报道。不要乱指哦。啊、来，旁边这位龙凤姐姐，凤呈祥，龙凤呈祥，哦哦来，哦这个犀利，我、哦、这个功力够强。注意哦，注意哦。我紧，我紧，我给你踩。大队长，我们正式要准备攻坚。准备攻坚，好看，好，你看，看，尽管说，不用紧张了。我想问周先生，你还不缺，缺不缺第四个？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因为年纪这么大了，不行了。哦哦哦，就用。我就觉得说，那你身体那么好，是怎么维持的？啊，不行，再加二十，让他以维持的。有一个某大学，一个某教授，叫他某生姜哦。我是想说，那如果说你今天这样三个老婆哈，那你觉得说你一直觉得很幸福？对我来讲是很幸福，没有错。但是哈，我所了解的，比方说100位娶小老婆的，大概至少有95位以上啊，不是吵架就是痛苦啦，打了头破血流啦，甚至离婚啦哈。所以有那个情形的话，千万都不要了。那你刚刚意思就是你是唯一的那一个，唯一的没有打架。因为他是自己是过来人的心情，但是我跟你讲，私底下我跟他聊过，因为大老婆以后突然又有了二老婆，他觉得啊他又怀孕了，他把他放掉。那他可以原谅，问题那第三个老婆那才是问题。没有，也不知道感情的事，黑暗之中喝醉酒，怎么知道连飞庸也上？没有，我们没有。好，因为这个周先生一直讲说他是过着很幸福美满，他有没有倒想他的三位太太是不是过着感觉很幸福？这是非常重要一点，对不对？因为你当然啦，你想其人之福嘛，很幸福美满。对，这一点就是我刚才有讲过了啊，一定要什么都要很平均。那我有时候到国外去呢，看到什么好东西啊，我就一买就三份啊，都一模一样的啊，回来呢一份啊，都一模一样的。三位茶，那是物质上的，物质上的，精神上，精神上必须要这样。买四份啊，没有啊，你个费用啊，费用不行，该公费用多啊。我觉得那是周先生觉得的公平，他自己的公觉得公平，可是对那个60岁啊、47岁、41岁女人，并不见得是公平。了解了，对对，他们是我很对不起他们。当时啊，我大老婆会答应我，也是我业务方面啊，的确很忙，所以啊，他一方面我一直要求他，必须找两个老婆、三个老婆来帮他。少年夫妻老来伴，哪知老公已走，儿女来作伴。这样的状况，可能是这个先生没有办法陪伴他，但他有小孩嘛，他转嫁他的注意力。碧丽姐姐想得好伟大，真的，碧丽姐姐都是安尼啊。他说他，我宁愿不要有男人，我要有小孩，对不对？对啊。问题他没有到那个处境的时候，他已经找了二老婆、三老婆了。对啊对啊，好了，卖公妹啊，卖公妹啊，啊，那个血管也没磨啊。但是因为到那个女孩子怀了孕了，她在百般无奈，没有办法，这都是男人的一种借口。你受过什么刺激？对啊，没有哎，就你太太。没有，刚才听那个施老师讲了，以后的这个女孩子会比男孩子少很多。那时候辩证讲说20年，甚至于不要说20年，10年以后，这个丽丽跟小郑的这个问题会。哦，当然会很多呢，不是，那是未来男女的相处模式。对对，阿娘，对对对，好，总结了，现在做一个总结了。来 ，Billy 姐姐做一个 ending 给我们周先生。我觉得女人哈，其实女人对感情都希望是专一的，都是一夫一妻是最幸福的。所以我希望你，既然已经这样，已经发生了，孩子都有了，我真的希望你真的对你大老婆要特别好。有要特别好，我觉得不是只有物质的，在力道上要控制比较好。下面爱他的力道，我也很感激我大老婆这4个女儿啊，因为啊我英文讲不是很好啊，有时候我到美国到国外，我都叫我大女儿、二女儿、三女儿，甚至这个四女儿在台湾当翻译啊，那1、2、3女儿呢？都有时候当我的秘书到国外去啊，啊那他呢就当我的秘书啦，英文他们可以啊，我还不是讲得很好，所以呢，他有时候看到好东西，爸爸这个东西很好，买回来给妹妹弟弟玩。哦，这四个姐姐啊，对他儿女是非常好。对，那二老婆、三老婆的儿女啊，都是很疼爱他们。我懂啊，只要多付出。我们921大震灾啊。我那个两个儿子在美国，也马上打电话回来问大妈，我要进不这样子，而且啊，这个大妈偶尔也会用
打电话到美国去跟他聊聊天这样的，他偶尔也会打回来跟他聊聊天。对对，我现在家庭是很美满，但是像这个情形少之又少。是的，是的。所以你要奉劝所有的主要，对对，主要那我很幸运的是我大老婆，我很感谢我大老婆。啊，你看这股票卖掉不？哦，股票啊，了解了解，打打三亿块，啊厝十几栋拢卖，哎，拢卖，拢卖。没有家里是高。还有还有一位，还有一位，来咪老师，哎不，哎，是施老师，施老师。我必须要讲，我们这位周先生啊，实在是很聪明的，也非常姿态的啊，就是很低的姿态。所以呢，最后大家也不好意思骂他或干什么，因为他的姿态摆得很低。所以还有一点，我必须要跟你讲，你要感谢你的三个老婆，不是因为他们很贤惠，是他们的需求很少。如果今天你要换三个老婆，你换我一个，好，你要差不多就谈了，就谈了。别的女人打架了，但是呢，我只要让你三天上来一次哦，你剩下两天哦，你的脚就是软的。哦，别跟他打呀。所以你要谢谢你的老婆，是因为他们真的是很疼惜你哈，他们很疼惜你，然后他们要求不多，还有他们是传统的女人。如果换上我们现在的年轻的小妹妹，对不对？一夜七次郎，啊，如果娶到秋张哦，他比我还快招死。刚才啊，现在才信我，刚才这位小姐啊问我说，我身体怎么还这么健康？这个也要所谓说保养有事哈。我大爷大学，你要注意你的饮食，饮食啊，饮食啊，比方说现在呢，脂肪之类啦，还是说过高黑慢加，高热量一种，高热量啦，胆固醇高了哈，尿酸高的尽量少吃一点哈。我只要年轻的，而且要英俊。好了，所以今天哦，我们而且至少要一年去体检一次。哦，对对，急诊哦，体检，对对。所以我现在急诊一次。他再怎么弄也没办法，他如果碰到秋昌跟我，他必死不无疑。哎呦，大姐，不如咱们约的时间出来。你要去过来吗？大姐，麦搞动这小镇哈。我有规定啊，要比我小33岁才来报名。有，起码我54岁，所以要小33岁。我刚刚问施小姐说，找一个年轻的找你，你要不要？她说不但年轻，还要帅啊，这样。是，时代真的不一样。不过这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谢谢两位老师啊，讲出来这非常这个啊，让大家非常有同感的一些话。谢谢五位妈妈，周先生，祝你家庭幸福，对吧？八个子女都非常的在简安，非常谢谢主持人，谢谢，非常谢谢，谢谢，永远的听众来了，永远赞赞，再次谢谢我们周先生，休息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的 Jackie Show。都下都下，好，谢谢阿北，冰虾素饼，谢谢，都赚，都赚，谢谢，谢谢，谢谢。